起来臭味相投的两个人，究竟谁才是本期的主人公呢？没想到很快我们就各见面了，真的太快了。心情是不是跟拍自己的时候的故事一点不一样？我现在来工作了，现在我得正式一点嘛，说话清楚一点吧。假朋友，假朋友，假情，假一年，假温柔。他是我住第338、339集的主人公亚飞。绰号澳洲牛魔王。由于亚飞优秀的中文，独特的性格魅力，与我住尤为匹配。节目组这次特意邀请他来做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我是牛魔王。之前我住在这里的理由，这个团队来拍过我。你以前有想过就是去采访别人？啊，是有过这种想法，我也是简单拍过一些在我的抖音号上，对，就来到了黄山，挺期待看这个今天的主人公。好，出发了。嗯，哎，好别扭，再来。好，我们出发吧。开场就出岔子的牛魔王，究竟能否胜任主持人的工作呢？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Hello。Hello. How you do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ello. This is my first time hosting the show as well, so okay, we're in it together. We're in it together. Nice. 是五岁就到了？没有，我第一次到中国15岁。For a month. For a month. So then I just decided to enroll at Sichuan University. So you did your whole degree there then? I did my whole degree. Oh, wow. Cool. Yeah.Which school did you go to here? Tsinghua. Tsinghua? Yeah. Fancy. Tsinghua, 北大, 哎呦。北大我也, 北大我也上过一个月，这也不算。Tsinghua, 牛逼啊。然后只有一个学期嘛。然后看你们有吉他，也有钢琴。有吉他，有钢琴，有鱼。看到了那个鱼吗？是几百年的一个风俗嘛。这是个飞蚁。都是手工的。自己，这是我涂的颜色，很丑，看得出来。就是每年元宵节都会戏鱼，会绕圈绕圈，然后到宗祠拜拜，再继续绕绕。啊，我年年都去。对对对。那知道牛魔王挺牛吗？啊，我没听懂。就是能懂，我这 I understand 。他肯定能听懂，他是清华毕业的。18岁就来到中国，在黄山生活了5年的卓文，今天要带节目组去的地方是。你好，老板，去哪里呀？我想吃黄山最好吃的披萨，有推荐的吗？有的。这里平时就是干的，因为上面就是水坝。来来，欢迎。Come in. Welcome. 哎呀，有空调。Yes, 有。Fucking hot in here. 这个炉子就是一直余温嘛，它现在还是100多度。卓文的店位于远离黄山市区的一个古村子里，据说这是全村唯一能吃到正宗意式披萨的地方。这个是波兰种，其实波兰种，对，是一种发酵的方式。发酵时间越长，风味越丰富。我酵母是是法国的吧，就是新鲜，淘宝买嘛。但是是进口的。里面是温的，这边是温的。对，然后你会看它的
从旁边会被拉扯进来，它不会粘锅，就说明它面筋起来了。Good， 让它休息。是想的意思？是休息，就是。人不能休息，但是面能休息会儿。就是行吧。So tell us what's Italian pizza then? I don't know, like, 它的配方不一样。There's no sugar, and it definitely uses some kind of pre-ferment. In Italy, it's called biga. But I don't do biga, I do Polish, which is from Poland. Okay. It's the same idea, but it's 100% water and flour. 100% means it's 1,000 grams flour, 1,000 milliliters water. Right. And I do a 65% hydration, which means I have 65% water,which means I do 65% of 6,000, which is what I just did, 3,900 milliliters. 朱文从面粉品类的选择到面粉与水的比例都非常考究，他的目标是在当地做出和大型连锁店不一样的意式披萨。对，4:30开始。开始烧了。Yeah. Two hours. Two hours. All right. 等等，那个柴的香味已经出来了。你好，我们12:00开门，然后4:30开始卖披萨。12:00开门。对，会添加一些简餐，但披萨是4:30。哦，我要打扰你，赶快回去，现在这里有吗？4:30，好。4:30。嗯。你为什么开店开这么晚呢？已经来了这么多人呢，都问能吃吗？能吃吗？你4:30才做啊？为什么？你要早一点也行嘛。不行，我要的不是这个空气的温度，我要的是这个所有这么厚厚的保温层有储存热量。你看这个上面，它的砖还是黑色的，因为到450度以上，那个黑色的会被烧干净。哦。不会，4:30准时开始。就在节目组等待炉子烧热的时候，突然疯狂、哎、我来了。 Hello， 有没有拍到我来了？Hello 这个晨晨很厉害，他每天过来。你为什么想过来帮晨晨找个叔叔？主要是自己老是站在家里看电视，看手机也不好，就选择过来帮忙。可以吃到免费的披萨吗？不能。需要靠劳动力。哎呦，老板这么坑啊，不给你点吗？哦哦，不错不错，慢一点啊。Good, so here we have peach. Do you know what peach is? 桃子. Good, and here we have apple. Apple. Good, and here we have strawberry. Strawberry. 据卓文说，这些小朋友都是当地的居民。由于放暑假，他们经常来卓文的食堂玩。他们过来帮忙，确实能帮到大忙。他说我想过来练英语。对。先学英语，然后哎呀，这个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去你家看你豆腐房。可以。好，走。其实我很期待看你家的豆腐房。你爸妈在家，哎，阿姨好。我们来看豆腐的。好。哇，这是豆腐，哎，这是什么？这豆腐皮是吧？皮啊。这是豆腐衣对。哇。好舒服。爷爷好。这是毛豆腐。这是毛豆腐。这个需要多久才能好？那就像这个毛出来了。好了，就可以捏了。你豆腐乳也是需要长毛的。长毛了就好吃了。那这个因为我那里我想用你们的豆腐乳。捏好了再跟你讲了。好。你知道他是用这个豆腐乳来干嘛吗？
他是做披萨的。我知道你的那。对，我在那一头开披萨店，对吧？是用豆腐乳去做披萨。就是跟果一样嘛，就是烤饼。爷爷，我们买点毛豆腐好不好？买两盒，那在这里买两盒吧。怎么扫啊？就是购买。嗯，五块钱两盒是吧？嗯嗯嗯，好便宜啊。良心价。下午吃你就不用放冰箱里了啊。不用放冰箱是吧？放外面就可以了。谢谢。没事。对于各个细节都很认真的卓文，其实还只是个开店新手。原本卓文是一名英语教师，但热爱料理的他心中一直有个开披萨店的梦想。筹备许久后，终于在一周前，他开启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第一家店。然而新手开新店，开业后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个水池不照，下水管不好，就我这里放很多水的时候，这里会反水。他这个设计到底是怎么搞的？就是没有设计的。哎，这个是施工单位才应该去。施工单位是吧？那你帮我汇报一下怎么样？我汇报，我来看只有一个交代呗。好，汇报一下。汇报。然后看，嗯，好，谢谢。一方面是装修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是倔强的卓文非要将营业时间设定在4:30。这披萨店的营业水平到底如何呢？你一号饼能上车没？啤酒送吗？在足足450度的高温下，烘焙3到4分钟，一张正宗的意式披萨便出炉了。等一下，慢点，慢点拿，慢点拿。那个332号单子重新给我一下。Today was a big day in the village. The instant my doors were open, curious villagers came to watch me prepare. Everyone was so excited to get a taste, and they carefully lined up to wait their turn. And I even got a little helper when I got too busy. 由于开店时拍摄的一条短视频偶然爆火，之后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How are you feeling, busy boy? I'm feeling great. 50 pizzas in? Yeah. Kind of crazy. Okay, 结束。今天没有休息过吗？店里剩下的最后两个面团，卓文打算给大伙儿做一个自创的独家披萨，双椒腐乳披萨。可是我没有虎皮青椒。香菇还是有的，香菇有，这个红辣椒还是有的。对，那当然呢，就是原来是什么双椒腐乳嘛，现在就是一椒。那披萨不是就是放什么都可以？对呀，啊，万物皆可披萨。So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This is some real fusion cuisine, 中西中西结合是吧？结合，对。怎么会想到腐乳呢？怎么说呢？豆腐乳好吃，对吧？确实。然后这边是豆腐村，它是中国的 cheese， 发酵的。对，但是我们西方吃的就是奶发酵的东西嘛。对，做法是很类似的，嗯，对不对？没错，没错。And one, two, three. 帅气，帅气，帅气！这么快就出了，我的妈呀 ！It looks amazing. Very cheesy. 所以做披萨最重要的是什么？热情，激情。最重要的是温度还是爱。那么这个充满爱的披萨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OK， 对，这是你的吗？
也比较重口味。对，但是吃在一个披萨上，我觉得我脑子需要一分钟反应过来。感觉就是，如果中国人吃一个奶酪馅儿的饺子，也有点怪，有点，但是确实爽，确实爽。改天来吃我的臭鳜鱼披萨。Oh. Oh, how are you feeling? I'm feeling excellent. Today was a very successful day. The pizza was good, and we had a lot of guests. So you've given pizza to the locals around here, to the people in the village here. What was the reaction of the locals to the pizza? Really cool. Like, actually, they were so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you know, enthralled to get a taste of this, you know, mysterious food. But it's also similar to any kind of Chinese food. It's big, right? Yep. And that's what I always say. Yep. Like, first of all, food is all the same. Everybody's dealing with the same product. 然后本地的村民确实很包容。很开心。Well, okay, let's say the next year. What are you thinking for the next year? To be honest, you know, if I can get this pizza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yep. and good, we would consider opening a real shop. 正儿八经的做生意。Like, this is not. And that's what,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aying online is like,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do real business, you open up in the city center somewhere wher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And like, yeah, obviously. But that's not why we're here. Yeah. We're here for other reasons. 没有选择市中心，而选择了黄山的南溪南村。他安于一隅的理由是什么呢？下集揭晓。非常肯定的，中国菜有一个关键词叫适量，对，少许，对 ，OK， 好 ，OK， 到我了吧，玛格丽塔 ，OK， 莫扎雷拉 ，Yes， why pizza in the first place? Why pizza? Why not steak? Why not something else? Why pizza?不怕，你看这个澳大利亚人已经热疯了，真的感觉我要晕倒了，真的死掉了。这是专门做菜籽油的油厂，它很香，刚刚打出来的。我可是研究徽菜的人嘞。真的？不是，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江湖。人抓下去，人抓下去，哎，对，不是。对，哎，啊！